我们要前往六龟的清风野林露营区。这个是高雄很热门的露营区，前往营区的道路很好走。这是我们今天的营位，老板用积木做营位号。这个营区很大，营位间隔很宽敞，只是没有遮蔽，夏天来会比较热，很适合冬天来访。不过还是会有徐徐的凉风吹过，很舒服。营区设施超多，这里有捞鱼区，很多跳跳马，可以打桌球，足球游戏机，还有贩售饮料、泡面。营区还有杀虫剂免费使用。想想佑佑在对战足球，两位神射手在射箭，篮球九宫格大家都喜欢。玩累了，可以来这休息看书。可爱动物区，营主会带大家来喂食。沙区在厕所旁边，沙子很干净。厕所布置得很棒，很多 Q 版复仇者，还有歪头鹦鹉跟玛丽哦。浴室有大间的亲子卫浴，卫浴有提供沐浴乳及洗发乳。妈妈的新玩具刨冰机，大家来吃红豆牛奶冰哦。翔翔佑佑吃得超级开心。妈妈在摇摇椅放松一下。水槽区还提供洗碗巾、洗手乳、过滤水洗菜篮。
两位小帮手跟着妈妈准备我们的晚餐。拿起来就好了。晚餐后的娱乐时间，悠悠跟妈妈在下棋。晚上还有星空电影院，大惊喜！我们还在营位旁边遇到山枪来观光。营主怕家长收账，小朋友无聊，早上还有提供卡通给大家看。整体来说，这个营区超级棒的，不管是环境、设施、用品，看得出来营主都很用心维护。影片就介绍到这，大家赶快拿起你的手机预订这个营区吧。我们下次见。记得按赞订阅我的频道哦。